跨完年，距离这个农历春节就只剩下一个月。中央银行呢，依照往例将会发行马年生肖的纪念套币。而在今天呢，这个套币也提前亮相。这一次一共要发行120,000套，每套售价呢是1800元。而货币收藏业者就认为，马年套币增值的空间呢，应该会比蛇年套币，预料1月9号开卖之后呢，将会更吸引排队抢购。闪闪发亮的银币上，一匹奔腾的骏马栩栩如生，背面则是台湾国定古迹北港朝天宫。这是中央银行推出的马年生肖纪念套币，在31号正式亮相。甲午马年的生肖纪念套币120,000套，每一套包括内容呢是1英两的马年银币，售价是新台币1800元，我们维持跟今年蛇年币的价格是一样的，1800元。马年套币并没有因为金价、银价下跌而降价，发行数量跟价格都跟蛇年一样，面额也没变，一套3枚硬币，面额分别是新台币100元、50元和20元。专家认为，台湾民间习俗马比蛇受欢迎，未来增值空间也会比较大。我认为将来增值空间应该会有2-3成左右，价钱大概可以到2000，那好一点应该可以到2500。这一套是有面额的，跟第一轮不一样，所以它在2年就齐全了，所以我认为齐全之后它整体都会上涨。看好增值空间会优于蛇年套币，马年套币即将在1月9号开卖，预计又将掀起一波抢购热潮。渔电TV 专家邱信怡台北报道。